这个汤真的是鲜掉眉毛。好了，我们要开始吃饭啦。今天有雷椒皮蛋、乌鸡菌菇汤，还有这个紫菜饭团。大家早上好。啊，今天是周六，在早没定闹钟，睡到自然醒的。风扇把我吹冷了，给我吹冷醒的。起床看一下我儿子醒了没有。儿子，嗯，你睡醒了？嗯。热吗？不热。冷。冷。那你把风扇吹那么大，把风扇调小一点呢？忘记关了。本来想吃啥？那个紫菜饭团。好吧。然后再煮个汤。好。你要不要起床？还是说再躺会儿？再躺一会儿吧。好。家里还有一袋这个菌菇，然后从冰箱里面拿了一点这个，之前忘记啥时候买了那个乌鸡了，还有一点。早上来煲个乌鸡汤，先给乌鸡焯个水，把那个菌子给它洗一下，给它淘洗两遍，再接点水给它泡着就好了。焯好水的鸡肉用热水再给它洗个几遍，把这上面的浮沫都给它洗干净，再给它加到这个菌菇一起。再加一些温水，再加几片生姜，放到冰箱锅来炖它，多煲一会儿，煲个40分钟吧。好多试卷呐、啊！我是在整理。哦，我以为你是今天的作业呢，我说咋这么多？来阳台这里透透气，看一下这个豆子，这个豆子里面好像还有那个豆米了。这里还长了两个，哟！我竟然看到一只苍蝇。然后我种的这个紫苏，我怎么感觉它越长越好像要死掉一样的？这个辣椒也长得不行。昨天买了蓝莓跟这个小番茄，给它洗一下，早上吃点水果。这个蓝莓好贵呀、啊，不知道我儿子会不会喜欢吃，它有一点点的酸。蓝莓就洗一半吧，这个让它洗个10分钟。早上突然想到那天我妹给我带了一些皮蛋，然后好想吃那个雷椒皮蛋，正好家里买了这个辣椒，做一个那个雷椒皮蛋吃。把这个青椒先放到这个空气炸锅里给它烤一下。这个皮蛋还怪好看的，黄的、黑的，还有透明的。剥几个大蒜，我只烤了10分钟。这个青椒这样烤还挺方便的，然后等一下把那个皮给它撕掉，有点烫，先放着凉会。倒点胡萝卜跟西兰花，然后做了个饭团。今天早上煮了一点白米饭，这个是那个海苔碎，放一点在这个米饭里面。我把刚刚搅的这个胡萝卜放进来，西兰花也放进来，这个先给它拌均匀，给它弄成这种三角形，然后给它们放到这个电饼铛里面煎。这个是一勺蚝油，一勺生抽，然后一勺白糖，给它和成一个酱汁，然后给它刷到这个饭盘上面。然后给它翻个面，再给它刷一层酱汁。枸杞加里边，加一点盐。我跟我儿子都特别喜欢喝这个菌菇汤。那
饭团煎好了，先给它盛出来。这个青椒也放凉了，要把它的皮这样给它撕掉。先放一点盐在这里面，然后呢，用一个擀面杖把它捣碎。这个一定要把那个大蒜给它捣碎一些，放一点生抽，放一些香油，放一点醋，放一点点味精，然后再把这个铺在这个皮蛋上面，放一点点香菜。好了，我们要开始吃饭了。来，这个给你。嗯，好吃。好吃吗？嗯。你饭团泡的汤里面了，可以拿在手上吃哦。可以拿在手上吃。嗯。泡汤里面它都散了。我用这个碗盛了点饭，用这个雷椒皮蛋。拌饭吃，这是辣的皮蛋，你吃吗？嗯，好吗？啊，好香。这个饭团，你吃慢一点。这个辣椒好好吃。等一下。这上面夹不了。嗯，香。好吃。好吃。不辣。不辣。嗯，有一点辣，但好香。这我把那个汁儿浇在皮蛋上面。这个辣味好香。哇，这个汤先掉眉毛，好久没有喝这个菌菇汤了，好好喝。好吗？嗯，我明天看完皮肤科，我能去我爸那看电影吗？可以啊。太好了，又能看喜羊羊了。尝一个这个，我也尝一个，看看好不好吃。很好吃，真好吃，好香。对，这个没有，估计没有小朋友不喜欢的。太好吃了。你今天的维生素就吃水果，然后我的是辣椒。妈妈，嗯，最绝的是这个酱汁儿，上面这个是吧？嗯，小孩子真会吃，真会吃。嗯，我说的意思就是小孩子比较会尝味的。哦，好不好吃一尝就知道了。好吧，寿司，寿司，嗯，应该像寿司是吧？对，好，饭下回用同样的配方做一下寿司。真是无鸡汤。特别喜欢吃这里面的菌子。妈妈，嗯。我们都说真实无鸡汤来形容那个无鸡汤好喝。嗯，好喝。对，还有我最喜欢吃的皮蛋，我刚把它忘了。什么时候皮蛋又变成你最喜欢吃的了？他很少吃皮蛋。过年的时候。以前他不喜欢吃皮蛋，以前他觉得那个皮蛋那里面稀稀的，那个吃不了。嗯。刚吃到一个好甜好甜的蓝莓吗？对，觉得这个甜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分享这里了，谢谢你们观看，拜拜，下个视频见，大家再见。